羊肉精华全锁在里头，天气渐渐变冷，吃汤补身。不过这一位锅底包含锅子，周边满满都是土，因为上桌前是埋在地底下。这德国的哦，德国真有感觉吼，真会当防啊防止这个烟尘啊。嘿，来，咱今嘛买入去内底，出一油羊肉嘿来。秀出秘密武器，煮汤前老板特别戴上请专人从德国带回台湾的防毒面具。再来就是进入土窑内进行挖宝。这里吼完全拢带着土地。锅子从头到尾被埋在灰烬底下，一进到里头，整间房子都是浓烟。当这土卡底打，迄正打当，所以讲打酷酷啊，扫入来地气是足顺的地气，几乎强上要扫未着水气。内底伊的液体高127度。嘉义土窑焖出来的羊肉24个中药，一口气添加了11瓶半的米酒，以米糠在地下焖烧。对比瓦斯煮的羊肉炉，一般2到3小时，再来多一点就是半天，速度快，受热均匀。不过土窑板却要3天达72个小时，因为耗时时间比较长，老板必须全程戴着防毒面具进出土窑。很软，入口即化。做好就熬的，我食起来感觉吼，身体会达达地烧起来。冬天进补，竞争激烈，嘉义业者戴防毒面具煮羊肉，超讲究的配备也成为饕客讨论话题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许惠美，嘉义采访报道。